好啊，你们班这两天表现非常不错啊，同学们，没有迟到的啊。哎呀，我这刚说完就有一个给我上眼药呢，怎么回事？来这么晚？别担心，我有方案一。哎，老师，我今天拉肚子了，呕了，老难受了。我爸给你打电话请假，老师没接到电话吗？啊，那可能是我信号不太好，没接到啊。方案two。其实吧，我今天堵车，那在人民大街堵等等的，从早上5点出来到天都没亮，到现在我才到啊，这车堵的。是，现在交通是很堵，你赶紧回座吧，王同学。哈哈，还有终极方案。老师，我姥爷姥吃鱼就是卡刺儿了，完我得给他买醋去，我还得给他蒸馒头噎一下。哎呀，那挺严重啊，看样。那啥，王强，要不你今天别上课了。然后你领老领导上医院看看啊，百善孝为先。王强，问你话呢，搁那笑什么玩意儿？啊，老师，我早上拉肚子，穿的抽抽的。继续编。不是，我堵车堵等等的，老师。早上5点就起来了吧？堵到现在啊？哎，你咋知道呢？我信了，我还真信了。老师啊。就我姥爷姥吃鱼卡刺儿，这个可是真的，这我真没骗你啊，王强，你撒谎都撒到你姥爷姥嗓子眼里了，你这个小贼，你给我上后面站。来，抬头，今天放学啊，只留一个座椅，微信搜索"曹二总"啊，看"曹二总"泡面粉啊。